韩国游戏大厂 NCSoft 在近日公布了旗下线上游戏剑灵即将推出更高画质版本的消息。不知不觉中，剑灵问世也已经有七年了。当年游戏推出便以令人惊艳的画面吸引了大批玩家。不过随着时间的过去，市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画面更加精美的挑战者，因此剑灵也决定与时俱进，重新打造推出画面更进化的剑灵 Blade & Soul 完美版。从目前释出的影片中可以看到，招牌的龙脉跳跃系统在 Unreal Engine 4的加持之下，不论是光影处理还是画面的流畅度都有了长足的进步。接着影片也演示了刺激的 BOSS 战环节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除了画面的进化之外，打击感的提升也非常的有感，搭配上原本剑灵多元化的各种 combo 接技，在完美版中面对 BOSS 时的战斗紧张感可是一点也不输给现在的 3A 大作呢。随着完美版的公开， NCSoft 也透露许多新内容正在如火如荼的制作当中，包括新职业雷电士、新 PVP 领域海湾峡谷、新副本仙道院等等。究竟这一次的剑灵完美版能够带给玩家多大的惊喜呢？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